日要介绍的是 Stucco Italiano 的 Seta Stucco。这款批灰主要以天然石灰为基础的墙面涂料。Seta 内含大量的金属珍珠火粒，透过光线折射做出柔和的彩虹珠光效果，适用于室内的位置。在讲解之前要提提大家，大部分原材料都是白色的，我们会按照客户的要求调配出不同颜色。 Seta 是丝绸的意大利文，模仿丝绸的光滑质感，令整个空间亮度有所提升。现在就看看施工程序。首先你用油扫扫上一层底油，然后用批刀上一层 Seta Stucco，轻轻力推开薄薄一层就可以，记得要均匀做完整个施工范围，待干，跟住重复刚刚的步骤，涂上第二浸 Seta Stucco。 这样墙面就能够打造到有鲜明光暗对比，触感好像丝那么诱惑的效果，外观高雅大方，可以迎合不同的设计风格。如有任何查询，欢迎联络我们。